学堂。嗨，朋友们，金妮姐姐来喽！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做沙滩球大比拼，咚咚咚咚，哇！不过我的球去哪儿了呀？哇！哦，天哪！我差一点就被砸到了呢。你们看，就是这个球，呵呵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看看，在一分钟之内哦，可以把这个球弹起来多少次哦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哦，天哪，十六。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哈哈，加油加油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五、二八、二九，啊！所以呢，我双手托球一分钟内29个。不错不错，这个成绩我很满意。好喽，除了双手托球呢，金妮姐姐还想要一起来挑战一下单手来拍球，一分钟应该会拍的很多吧。那我们准备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二三。六八六九七十，所以呢，单手拍球，金妮姐姐一分钟拍了70个，哇，太开心了！我的球，嘟嘟噜，呵呵。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三项挑战，用头来顶一顶这个球吧，哈哈。准备，一分钟倒计时。呜，一，哎呦，二，三，四，哎呦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哦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三。这个球吗？留言告诉我吧，别忘了点赞订阅哦，哈哈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